吉祥王。也太强了吧！等一下，他怎么办到的？傻眼嘞，傻眼！太扯了，等一下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被吓坏了，他太强了吧？两个哎，哦。傻眼，两个，两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哇，哦，太强了！赵志翰呢，在8月29号在台北华山 Legacy 有一个扯铃电音趴。我刚刚只是看着荧幕，我没有现场看到那个感觉，我已经觉得我满腔热血，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。